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！可不嘛，连你都要当妈妈了。就是，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。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？不刮风不下雨的，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。谁会想到我安杰，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，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？ 怎么？你后悔啦？谁说我后悔了？我就是觉得奇怪，姐，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，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。没事的时候，经常想，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是给烧的，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。姐，嗯，你说。 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？你正在发烧。哟，真行啊！嘿，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？哎，有什么办法呀？ 请你哥请不动，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。快点啊，大姑父！吃点这个。吃点这个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撑死了。多吃点。没吃多少。哎，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。哎，对了。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，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，你们都起了吗？哦，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，但我觉得不太好。什么呀？叫昌盛，江昌盛，繁荣昌盛的意思。听着怎么有点像席地的名字？是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你们呢？你们给起了吗？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，取你们二人的姓，又好听是又有意义。 男孩呢，叫江安，女孩呢叫安江。嗯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，江安安江，哎，真好听啊！啊，江安还不如叫昭安呢，昭安昭安，昭盛永安。这小子正在听收音机里评书说《水浒》呢，这别的没记住，就记住这句粗话。<笑>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。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吗？就你毛病多，坐坐怎么了？人家都能坐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坐？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，你在后面坐着，让人家前面费力的蹬着，你不觉得别扭吗？哎呀，走吧，我跟你说，我前两天坐那两回，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。嗯，哎，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，大家都不坐，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？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，剥削有理的理论。你白我也没用，白我也要说。啊，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，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？你跟他们说说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。你这是威胁谁呀？不信咱们就走着瞧。 走着瞧，谁还怕你走着瞧？三个车。哎呀，躲开点儿。 老实点儿，你这样人家更费劲。又没让你出力，你出个哪门子汗？还不如杀了我。
在这儿吧。到了，我就在这儿下。谢谢啊。谢。给，用这个擦。哎呀，肚子有点疼。肚子怎么了？有点疼。啊？哎呀呀！咱们去医院吧。你这哎呦哎呦的，让我心惊肉跳的，好吗？好吗？哎呀！哎呀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，你怎么也叫他爹了？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？那还不是一样。知道了，孩子他娘。哎呦，这小子真俊儿啊！嗯，长得也像我。长得像妈妈，长得像妈妈。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。起名字了吗？叫什么？哦，还没想好呢。哎，要不你给起了算了。你是我们的媒人，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，这好事就做到底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叫什么呢？想想啊，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嗯，就叫国庆吧。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？举国欢庆，多喜庆的名字啊！国庆，江国庆。江国庆，怎么哭了？别哭，别哭！找妈妈去吧啊，找妈妈去。我走了啊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送回来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你笑什么？笑他名字起得好。好吗？连孩子都不愿意。伙计，你看，你看，早看到了，我又不瞎。他为什么躲我们？咱也躲起来看看他。走。是害臊了啊！走，老姜，干嘛呢？镇定，镇定啊！哎呀，不要慌，不要慌啊！慌什么？我有什么可慌的？没慌就好，不慌就好。继续，继续吧。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？我阴阳怪气了吗？有吗？没有，你真没有，老姜，他真没有阴阳怪气，是你看错了。继续，继续啊！
去。干什么你？哦，你把国庆都吵醒了。不哭啊，妈妈抱。嗯，乖。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。我这个堂堂的团级干部，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？团级干部不是人啊，叫唤什么呀？我不跟你啰嗦，我把我妹妹马上叫。哎，叫你妹干嘛？让她来当保姆啊？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？行是行。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！哎，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？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？你刚才还说，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，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？那是别人不懂事儿，咱们不能不懂事。哎，就你懂事儿，懂事的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晒尿布，让人笑。谁笑话你了？谁笑话你？就是他不懂事。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。躺在床上看小说，我这不是坐月子吗？嘿，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？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，说你像话？我不像话，我不懂事儿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哎，干什么去？上课去。老姜认真了，他心眼小。哎，走人了！哎，来了，老姜，老姜，第一，目标现在的位置；第二，目标名称及特征；第三，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；第四就是任务。首先，我们讲现在的位置，主要包括。方位、距离、目标的特征，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。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。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，是看到了；如果没见到目标，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，答看不清。哎，你怎么下地了？啊！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？哎，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，心疼你。那我也心疼心疼你，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。哎，不用，你呀，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。啊，饿了吧？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。当然了，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，我快饿死了。等等啊！你马上，我跑不去，跑不回。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。嗯，那小子睡得还挺香。哎呀，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，这奶能好得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，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。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，主要还是心疼你。你少来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你主要是心疼儿子，其次才心疼我呢。那也没错吧？你比他大，他比你小，你得让着他。照你这么一说，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。嘿，在我眼里啊，你们就是姐弟俩。哎，还是让我妹妹来吧，啊，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。你又来了，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？我能喜欢她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？啊？她都比我大，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？再说了，我能说她吗？我敢管她吗？你都能管得了我，还把我管那么好，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了？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？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？咱们没有这笔钱吗？哎呀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
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乡下呀，就这么一个亲妹妹。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。我跟她男人，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，也算是战友吧。而至今下落不明，啊，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。可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她怎么改嫁呀？她婆婆对她又不好，说她是丧门星，她这日子不好过。她为什么不能改嫁？现在都新社会了，谁拦得住她？谁承认她是寡妇？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？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，她婆婆更不提了。对不对？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？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？哎呀，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，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。我妹妹又那么能干，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。嗯，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，所以才想让她来的，是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你就这意思。就算是我这个意思，那也不是坏心呢。这对咱们家，对他，这都是个好事儿。哎，等将来孩子大了，他再找个人家，哎，改嫁，嗯，让他来吧，好吗？你让我再想想吧。哎，行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，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。哎，又在饭桌上抠鼻子，往哪儿擦？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，大人也就算了，孩子可不行。你生气了我也得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，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，还抠牙。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，我还得改造你妹，你想把我累死啊？你改造谁啊？你改造你啊。你改造我什么？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？反了你！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？啊！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，改造老子？反了你！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，老子我也不怕你。那行，你不怕我，老子也不怕你。从今往后，老子什么都不洗了，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。你爱洗不洗，老子我才不管你呢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给你找被子盖。哎，这有新被子，我干嘛要盖旧被子？你不是不洗吗？脏人就得盖旧被子。盖就盖，你以为会屈服啊？您最好别屈服，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。看就看，有你看够的理由。谁怕谁啊？看咱俩谁先够。你狗啊！
问什么问？你才狗呢！你是一条脏狗，赖皮狗。切，你骂吧，反正我就是不洗。你爱洗不洗，反正难受的不是我。反正我是不难受，谁难受谁知道，谁活该。关灯。哎，关什么灯？活着还兴奋？我还要看小说呢。哟，你还看小说？小说看你啊？也行啊，我俩互相看。干什么去啊？你赶我干什么去？哟，稀客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旧居啊，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。这居高临下的样子，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。哎，我说。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、啊？怎么光打雷不下雨？我老婆来不来，该你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？不就一个脚吗？用得着这么洗吗？不是，你管我洗多久呢？你快点洗，洗完了我好洗。你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洗脚。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？啊，这是营房，那是我的家，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。哟哟哟，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，不是他呀？老子愿意，不行吗？你快点洗。嘿，一个败将，这么耀武扬威的。哎呀。得嘞，哎呀，你又不洗了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？不行吗？你找我办事儿，帮我倒个洗脚水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好嘛！真够味儿啊！嘿，哎呀，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？啊，哼，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密，军事密。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，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？你不用说，我一猜一个准。你猜猜看，哪里有剥削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你老婆越让你三洗，你越三不洗，越让你讲究卫生。你就越不讲究卫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都让你给说了，还废什么话呀？那你还洗什么呀？坚持住啊，挺住啊！坚持不住了，挺不住了。哦，你要妥协了，向他妥协了。不是向他妥协，是向自己妥协了。这洗惯了吧，冷不丁不洗，还挺不舒服的。你呀，也是秋后的蚂蚱，大概蹦跶不了几天。你赶紧搬过来吧，搬过来以后啊，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。
你狗啊你，什么闻？奶香味甜甜的。不要脸。你干什么你？别叫，别叫。哎呀，讨厌你，把你臭脚收了去。怎么愿意看？讨厌！什么叫？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！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？你赔什么赔呀？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？我告诉你吧，那叫变色龙，是种怪物。书啊，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？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，还不如我自己看。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，陪我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我跟你没话说。喂，你没话说，我跟你有话说。躺下。关灯干嘛？你不是要说话吗？关了灯一样能说话，关了灯说话更方便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小声点，别把儿子吵醒。我偏要吵醒你，我听你他妈的干嘛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舒服吧？啊，舒服，都舒服。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？不要。那你是不是三心两腹啊？有事啦，有事啦。那我能改造你吗？能，能。你接受我的改造吗？接受，接受。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？都听，都听。那我不想让你妹来，行吗？啊？哦，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。我妹。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，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。明天中午1:10到，你能到火车站接他吗？啊？你能去接他吗？不能。德花，德花，德花，大哥！哎，德花，大哥！哎，德花，坐了一天的火车，累了吧？坐着累啥？困了就睡，醒了就坐着，想着了没？哎，来来来，我来拿来。沉着呢，哎，我沉着我才拿嘛，给我给我给我！哎呦，这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啥好东西，就是点小米粒豆，都是新下来的。这大老远的，你带这些干啥？这都有。俺知道你啥都有，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？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。你
你可别叫她新嫂子，孩子都生了，还新什么新呢？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，这换个人叫，俺还会别扭的。哎，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，这不好。俺知道，俺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能不懂这事儿？三哥啊，俺这新嫂子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别叫新嫂子呀，你怎么还叫？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？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。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，知道吗？你那一说顺嘴了，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。那俺这新，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？俺看你挺怕她的。我怕她什么呀？她又吃不了我。她能厉害你吧？你厉害不过她吧？哎，我说，你是来看孩子的，还是来挑拨离间的？俺不是来看孩子的，俺是来干啥的？俺还是来享福的。等会儿，三哥就是想让你啊，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。俺知道。走。三哥。啊。俺嫂子真的不厉害。看把你给吓的，你还没见着他面呢，你怕他什么呀？俺也不知道，俺就是有点怕，有点怵。不用怕，你不用怵。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刀子嘴还不厉害，关键是豆腐心呢，心眼很好，没事。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？哎，以后啊，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，连那三个字都不要提，知道吗？为啥？不为啥。不为啥？为啥不让提？啊，开门了。看把你爹张狂的，张狂给谁看？你想。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？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，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？到了，哎，开门，开门，哎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哎，这是你嫂子，这是德花，啊，快进来进来，火车停准点的啊，准点，一分也没耽误。累了吧？给我洗把脸吧。不累，俺在火车上洗了，火车上有水能洗脸。哦，是吗？那洗个手吧，赶紧洗手吃饭。来来来，到这边来，跟我来。一来就嫌俺脏。他是好意，让你洗了手好吃饭。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，还用他说？哎呀，他就是随口说的。跟你客气，但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。快洗吧，拿点肥皂。手不脏，打啥肥皂啊？哎，哥，这毛根咋在屋里呢？先洗手，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。哎呦，真香啊！倒这么多香油啊！是啊，香住你们的嘴。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。谁说你坏话了？你们兄妹俩。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？你没说吗？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？啊，是我妹妹啊，看了一便池了，觉得奇怪，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？哎呀，真恶心！没看见我这盛饭吗？说这个？不是你问的吗？我又没问你这个，那我们也没说别的呀。你看，还说了吧，还我们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，神经过敏，对自己的娘家人吧，你过敏，哎，嫌弃人家笑话你；对婆家人吧，你也过敏，你就想说你坏话。你就是病得不轻。我是怕人家笑话你，真不知好歹。端走吧，还看什么呀？你不饿，你妹不饿。哎，哎，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？直接叫妹妹。妹妹，太假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她叫江德花，你以后啊就叫她德花就行了。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。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好好好，算我没说，行了吧？瞪什么眼睛啊！
德华就德华呗。德华，吃饭。站行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就吃这个。哎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锅里多着呢啊，吃吃吧。你慢慢吃啊。担心，担心什么呀？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？你们可真难伺候啊，里了也不是，外了也不是的。这来的是个什么人？是姑奶奶。哎，小心让姑奶奶担心。那我上课去了。哦，走了走了，跟爸爸再见。哎，德华，别收拾了，歇一会儿啊，歇一会儿，别收拾了。就是德华，坐了一夜的车，去睡会儿吧。俺不困，俺也不累，俺困了累了，俺就睡去了。哎，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？叫她德华，不对吗？她叫德华，不叫德华。我偏要叫她德华，就不叫她德华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，反正你对她好点啊。我走了。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。哦，来了哦，国庆，你醒了？哦，妈妈看看尿没尿。别干了。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？没事没事，用错了也没事。错了咋能没事呢？这把是扫哪儿的？哎，准备哪块呢？老婆今天擀面条。哦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不哭了不哭了。三哥，哎呦，你看，哎，啊，你嫂子呢？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。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哎呀。哦，宝贝儿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哦，好嘞，好喽，嘿嘿。哎，这小兔崽子，连他也欺负俺。你不能这么老的使劲的晃，那别说小孩了，大人他也受不了。哎，就你家孩子娇贵。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，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。你还习惯吧？啊？不习惯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是，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。他训你了？训你什么了？怎么毛病那么多呀？一
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，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，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。哎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爱干净，太讲究了，长了你就知道了，知道该怎么办了啊。没事。三哥，在你这儿累不死俺，倒得把俺给愁死。你愁啥呀？俺愁的地方多了，你看他长得多小啊，俺还得管他叫嫂子，俺哪张得开口啊？笑什么呢？那么高兴？啊，没笑。没笑什么？是笑什么？我高兴笑不行啊。你笑呗，谁拦着你笑？德华，吃饭。啊。天哪！你没睡觉竟然打呼，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。那肯定是累了呗，坐了一夜的板凳，能不累？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。是，真是少见多怪。你是没累极了，累极了你照样打。慢慢的平静。是我爱的。